原标题，他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，却向日本投降。但世人仍称他为英雄。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，无数人将自己的生命在战场洒热血，这是每个爱国人士都会去做的。当时的我国也分成了许多种类的人，有抗日保家卫国的，有苟且偷生当汉奸的，也有为荣华富贵卖国的，但也有那些默默无闻但是一直在抗战的人。今天的文章就是要讲一个这样的人，他是抗日战争和日军第一个用武器战斗的人，但是却投了降。九一八事变后担任旅长的马占山曾扬言，侵犯我国疆土、扰乱我国治安的人都将被除掉，这是我保家卫国的责任。他率领着士兵们抵御日本的侵略，亲自视察修建防御工程，坚决拒绝日本的招降。当年的11月，有7架飞机掩护着1000多名的日本兵们来到江桥。江桥是有中国军队驻地的大本营，以修桥的名义驱赶了中方的修桥人员。日本兵们强行抓走了哨兵，向中方发起猛烈的进攻。在当天，马占山立即下令抵抗，与敌人奋战了3天2夜，终于是击退敌人的攻击。江桥大战打响了抗击日本的第一枪，也因此马占山受到了大家的支持。第一战的胜利激发了中国人民爱国之心。只是可惜的是，遭江桥大战后，日本在中国建立了伪满洲国政权。当时的日本的伪满洲政府为了得到大家的支持，一直在引诱马占山投降。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下，马占山因为得不到后援的支持，当时被逼到了绝境，最终无奈屈服于日本，最终向日本投降。然后后面这些结局可想而知，他的投降被众人所知，昔日的抗日英雄变成了大汉奸，当然少不了骂名。他被社会各界的人讨伐。尽管如此，马占山其实一直在背后默默为士兵们铺路，他在暗地里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，一直秘密地筹集抗日需要用的军资。在1932年4月，马占山揭露那伪满政府丑陋的嘴脸，再次举起抗日的大旗。但当时的马占山已经是没有支援，伤亡十分惨重，而且当时日军太多，根本不是他一人所能决定的。1937年7月，爆发了卢沟桥事变。已经52岁的马占山得知消息后，立即赶去南京请求抗日。马占山因为的丰富的抗战资历，被任命为司令。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，马占山积极参加各种战役，也打了几场漂亮的胜仗。后来在访问延安时，还受到毛的欢迎。他一直在前线扛着，直到抗战结束，他的身体开始吃不消，最后不幸病倒，以养病的理由没有参与内战，这也是他的选择。他不希望中国人自己打自己。直到1950年，马占山在北京病逝，享年只有65岁。马占山的一生经历坎坷，从土匪、游击队长到汉奸、司令、骑士，在不同的身份下，他都知道要保持自己这份爱国的忠心。也因此，虽然他曾经投降于日本，但世人依旧称他为英雄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